猫猫登场，大家好，我是终结猫猫。那今天我们要来拍王昭君和貂蝉的比较影片。那王昭君呢，其实就是我在王者荣耀最近刚买的一只英雄，那他也是我的第14只英雄。那今天我们就来比较貂蝉和王昭君到底有哪里不同。首先我们先介绍他的技能。王昭君的被动和貂蝉一样有一个护盾，但是除了护盾之外呢，打破护盾也能造成冰冷效果，而且在普攻第三下的时候可以造成额外的伤害。那一技能就和貂蝉差不多。那二技能呢，它没有办法像貂蝉一样连冰，但其他的状况是一样都是冰 2.5 秒。那最后就是大招，貂蝉只能在原地放大招，但王昭君是可以在远处直接拖到另一个地方让他放大招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实战的片段，替你们消消火。智慧和勇气是我奔向自由的双翼。